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某车商代理进口两厂牌汽车，假厂牌啊哈，汽车每台成本是100万，此次进口上限是20台，哦，这数量哦，进口数量我加 x 了，小于等于20台，售出一台净利润是11万元。那以厂牌呢，汽车每台成本120万，那进口上限是30台，售出一台净利是12万元，经厂商准备了呢这个4400万，就资金啊，这是资金。等于这个是4400万。好，作为此次汽车进口成本，且保证所进口的车辆必定全部售，是回答下列问题。我们看第一项，一，写出此问题的线性规划不等式及它的目标函数了。就是写出限制条件，首先它这个数量哈 ，x 小于等于20 ，y 小于等于30，然后呢，它资金只有4000万嘛，所以呢，买的车辆是买假车辆哈，买假车辆的它的成本是100 x。加上呢，这是120 y， 它要小于等于4400万，4400啊，两边除以万，这是它的限制条件。好，那再我们看那个目标函数，目标函数就是利润啊，SY， 我们的目标就追求利润嘛，它假车辆11台嘛。就 11x 加上呢多少呢利润 12y 哈，它的单位是万，这是它的 目标函数啊，我把它写成11，这个是 0000x 加上12134y， 这是它的目标函数。好，那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这是第一小题。第二小题哈，它要你在坐标平面上画出可行解区域，并以斜线标示该区域。好，我们呢 x 哈是假车辆的数量 ，y 呢是乙车辆的数量。好，现在 x 哈它是小于等于20嘛，或者是20在这里啊。那小于等于20，那 y 的话小于等于30，假设30在这里啊，我随便画，小于30，然后还有呢这个的话我给它除以10哈，除以10以后就10x 嘛，加上12y， 小于等于440，再除以2，25得10，26得12。20，也就是说 5x 加 6y 小于等于220，这个是这个把它换掉，换掉以后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斜率的话呢非常靠近呢这个负一啊，非常靠近负一，好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我们呢就把它带一下，带它来大家看它的焦点，当你那个 x 等于20的时候， x 等于20的时候，我们来呢这个画这一条直线，加 6y 等于220，当你 x 等于20的时候是100嘛，100移过去220减100 120， y 的话就等于多少，120除以6就是20，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这个焦点是这一点，就20 20，
然后呢，跟这个轴，跟这一条线哦，它的交点多少？你就把 y 代30 y 代30的话 ，x 等于多少？180减掉368嘛，180嘛，20，五是20 ，x 等于4。所以呢，这个的话，这个 x 等于4哈，在这里啊，这个是4啊，这是4跟30啊。我现在有没有算错？这个如果是带多少呢？y 带30 ，368 180嘛，哦，这220才对。220减180的话，这应该是40啊。40。好，那40呢除以多少呢？除以5啦。5840。所以这一点哦，这是8它跟30啊。然后这样一画。啊，因为它是呢小于等于220嘛，所以是这边的。哦，这小于呢 ,30。y 小于 30,x 小于 20。然后呢 ,5x 加上 6y 小于等于 220。所以就这个区域啊，这个区域。哦，就这个区域。哦，这是可行解区啊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，他说试问哈，车商此次因进口甲乙两厂牌汽车各多少台，才能获得最大利润呢？我们看看哈，这个目标函数哈，它的斜率哈差不多也是负一啊，所以你这个就慢慢增加，慢慢增加，可能先碰到这一点，也可能碰其他碰一些这一点呢，所以它的那个最大哈，就是它的最大利润哈，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的，所以我们先带什么呢？先带这个好了 ，F 号，830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带8，我们再把1万拿出去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带8的话就88，这样多少？30，12乘以30，三得六，360。360，哦，这万啊，乘以10的四次方，啊，这个多少？这36088，84啊，448，448，乘以10的四次方。那你如果带这一点的话呢 ？F 号，20的话，我带20下去的话，那你就是啊，就是11。加上12乘以20万，乘以10的四次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23啊，23乘以20，23乘以20，这460啊，460万，460乘以10的四次方，那哪个比较大？这个比这个大。所以最大值是这个，哦，最大值是这个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它有最大值？就 x 等于它，当 x 等于20 ，y 等于20，好，10，有那个 f 号，最大值是多少？最大值是460万，乘以10的四次方。也就当你进口什么呢？甲车辆进口20辆，乙车辆进口20辆，然后全部把它卖光，全部把它卖光，它的利润最大，就是可以赚460万。